击乐是我一直以来喜欢的表达方式，音乐的动感更是和打击乐有直接的关系。我觉得音乐的律动和人体内在的循环是有关系的，节奏是循环的，人体的血液是循环的，情绪是循环的，生命是循环的，宇宙万物都是循环的。所以循环的节奏里包含着大智慧。在演奏中，打击乐也是最可以调动观众情绪的乐器，相信是循环的节奏与循环的人体情绪达成了共鸣。